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我依然是肖战。上一周没有发视频周记呢，是因为去跨年了。对，就是去浙江卫视跨年演唱会，然后跨年了。所以没有发，因为上周实在是太忙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啊？有没有看演唱会啊？不是演唱，有没有看跨年演唱会啊？觉得我的表现怎么样？是不是淹没在人海里？第一次登到那么大的舞台上面，心情其实紧张，但是更多的是兴奋，因为其实你台下你根本看不清观众，然后你就尽情享受那个舞台。然后为了表示上一周没有发视频周记的福利，然后这一周福利多多，首先是光哥吃货一直不停的来吃。然后让你看看我的闺房，哎，不是闺房，我的房间。当，这就是我的床，没错，已经被各种玩偶堆积堆满了，我的床已经放不下了，快。然后这边是正在宽衣解带的欢欢。欢欢，来跟镜头 say hi，依然是那么霸道总裁的样子。然要后洗澡了，真的这边还活捉一只树懒，金分，小树懒，叔叔，完了，这个福利应该够了吧？啊，然后直接练吧。泽西在忙，泽西 always 很忙。等一下，是说我们五人战队每个人的特点吧，我就不用说了，我就略过。干嘛？然后，泽西就是用不完的体力，然后跳舞特别好，光光也不用说了，也是我们的舞蹈担当，然后。我们的欢欢呢，就我是的，队长，然后谢谢。兼戏马，各种戏，各种哇，欢欢。然后我们的树呢，空气其脏实了。树才是我们的演技担当，就是每一次表演他会给我们很多的意见。然后月月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队长，算是我们队的一个带领，就我们的一个人物，很重要吧。那这一周会有很精彩的表演，会有，敬请期待吧！我还蛮期待这一周的节目的，好吧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就这样，下周见，拜拜。